哎呀，这马上出的，哎呀，不好使，哎呀，这崩一身的，这不行，崩一身的。你看看咱家这个最新型马桶疏通神器，你看我几秒钟给你通开，一二三，哎，通开。家里的马桶地漏堵了，我们就备上这样一个疏通神器，它采用高压气筒原理，头部可以360度旋转，就这样对准排水口打压就可以，轻轻松松就疏通好了。也不用找专业师傅过来维修，使用很方便。来啊，家人们，这个东西你可以不买，但是一定要有，就是这个按压疏通器，建议每个人啊家里都要备着。咱们家里的马桶地漏、排水管道堵塞的，用它呀按压几下就能搞定了，性价比超高的，也是非常抢手的啊。在我身后这些呢，都是即将要发出去的。今天啊，只要是看到视频的朋友们下单的，两位数就能带走了，而且全国包邮，再送您七天无理由。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这个是良心推荐，买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，超长售后，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买它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你们赶快去抢这个高压疏通器啊，现在工厂就剩下一点点尾单了，看清楚了，这才是居家必备神器。不管是马桶洗脸池池，还是浴室洗菜池，哪里堵了通哪里，一泡不通就再来一泡，看得见的效果，藏不住的实力，老人女士都很轻松操作。气压疏通，高强气压喷头，适合各种不规则管道，吹走管道内的堵塞物。千万不要等马桶或者管道堵了才想起花大几百请师傅来维修，购买链接就在左下方，家人们千万不要错过。